谢谢 Simon 呢 ？Simon 去哪里？找手机去了。哦，他手机在哪里？对啊，他手机丢了。他手机实际上在哪？就在你这儿，好吧？没有啊，掏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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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，那等证据，这是他的是吧？等一下，我们来拼演技啊！大家拼演技的时候啊，出来了 ，hold 住。林总监，你要不要先去关心一下 Simon， 他找到没有？我都是傻笑，我不想。我这个人很正直了，不适合我去。狗粮妹，你去把你眼睛，然后不行，我也狗粮妹啊？什么？给谁啊？手机。谁啊？给谁啊？手机。手机放哪里？不知道。打一电话嘛。啥？你给没给我啊？没给你是吧？啊。难道在酒店？在哪？酒店。打个电话吧。谁会日语？那你的电话给他打喽。谁会日语？妈呀，进去里面打吧，好冷啊，这里。去哪打？去里面，大堂嘛。哦。你不冷吗？太远了吧，万一。太冷。啊，行，我也有点冷。我们刚相机那里有没有找？就是拍照那里有没有找？你最后一次用是啥时候？应该是拍照了，是不是？找会不会是？你在爬那个的，我不知道，掉下来了是不是？掉地上了，掉地上。你给谁了？你刚刚没给谁吧？你打个电话去。小，你看，打电话吧。我们不是在下面有。不是 Simon 手机找不到，你就先别。打电话。打微信电话吧。找一找包吧，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袋子里面嘛。会不会在那公仔里面？不可能在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在公仔这里。我把公仔抓出来吧。他说去了。不是，你们想好那个台阶怎么下啊？怎么这么奇怪呢？鸟会啊，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其实鸟会族应该是就是这一家。啊，手机在哪里了，瑞玛？网友们可不可以帮我们找一下手机？对，三个手机丢了。鸟很高兴的样子。帮我们网红帮我们发出去找一找吧。啊、这怎么发啊？我发给那。好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现在很晚了。哎，现在真的很晚了。我看现在我们凌晨两点多。嗯，对啊。然后给大家看今天的收获吧。然后今天我们去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趣味园。趣味园是宅男天堂，然后有很多那个3C 用品，也有那个 figure。对。动漫的东西喽。除了 figure， 还有很多动漫周边。OK， 对不起啊，咱今天已经很累了，所以可能没啥状态是吗？哎，现在真是强打精神拍这一集。第一个就是龟仙人，是这样一个娃娃。你觉得怎么样，赛门？哎，他脑袋可以转的。我觉得挺好的啊。他脑袋可以。他龟壳挺逼真的，我感觉。然后脚也可以转，对。哇，粘住了。就是这位，然后这个玩偶其实哎，三妹，一般玩偶是硬的还是软的？硬的。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软的？有一点点软吧，这个。OK， 然后它这个身高应该有30厘米左右了。哎，这个胳膊也可以动的。
哇塞，对，两个，因为我小时候看龙珠比较多，嗯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买的两个东西。然后他这边我觉得东西比我想象要便宜很多，我以为他标都是人民币价格，对，结果是日元价格，那就很便宜了。哎，为什么它里面有的同样一个玩偶不同价格？它里边相当于现在趣味园有趣味园有几种店，一种就是格子店吧，另外一种就是普通的商店嘛。嗯，格子店就是卖家标价，嗯，然后定价格了。那有人定价高，有人定价低，那我们就得多看看，多看看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金主人。嗯。哇，粗壮的大腿！哦，我特别想，我特别想这角色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他的那个脸特别搞笑，啊、哦，对吧？他的脸特别搞笑，是不是？是。然后在他这个脸背后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我为了考证这一点，我今天又买了个玩偶，然后恰好这个玩偶，这个，因为这个是二手的啊、嗯，在歌词店买的嘛，为了那个考证一下。它到底背后是什么？我们又买了一个，我又买了一个今天新发行的，嗯，金肉人。然后呢，它打开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我都哎呀，开箱是6月20号发行，就今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啊，本人帅很多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棒。这个是那个娃娃机抓娃娃。对，趣味园还拉了一个东西，是因为日本的扭蛋机跟抓娃娃机很多嘛，所以就抓了两个。其实这是一个还没打开。嗯嗯，趣味园还拉了一个东西，这啥？哦，你介绍吧。哎，我还抓了一个性感的娃娃，但是它的上半身我找不到了。一拳超人，嗯，我特别喜欢他，嗯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嗯，为什么喜欢？跟我的价值观很一致。嗯，我厉害，我不告诉你。哦，我就默默的做事情。嗯。就是把自己的卓越放在心上，而不是说每天在炫耀。哦，说一下哦，对，我们还去了那个日本的他那个足球博物馆。对对，我因为我是足球迷嘛，然后我觉得日本足球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。他这次搞活动，世界杯的话，我是买了三种色的球衣，然后他的球衣呢，上面已经印了这个对赛的那个日期，双方啊、也就是说昨天日本队赢了嘛，嗯，他赢了那个哥伦比亚、这也不是我买这件球衣的主要原因啊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怕被喷是吧？就是若琳，是那个太郎吧？我也是因为有就是小将的东西，所以才买了这两件球衣。他必须得买球衣才能送这个东西。嗯、我们发现，居然还有一个东西。哦，对，居然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买的，我特别可爱啊，就买了。OK， 我们发现那个 Supreme 他那个专柜呢，他那个上新其实并不是说按天上，好像感觉按小时或者分时段。我们上次是隔了20分钟可以去吗？对对对，反正我们就第一趟去的时候没东西，然后绕了一圈再回去，反正它有新的东西了，而且是在下午，所以它可能是，防止水货或者是炒卖客一次性都扫清吧，所以它的东西上新的话就是一段一段的。它是有特点的，就是它去那儿它是有几件衣服嘛，然后你问他有没有其他码数，他说没有，就一个码。然后等人卖走之后，他立刻放另外一个东西上来。嗯，那另外一个东西呢，有可能是同样一件衣服的不同码数。嗯，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件衣服。对，就其实你问他有没有码数，他都会告诉你没码数。但他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码数，比如说这件衣服昨天买了之后，嗯，他说没有小号，然后我买到之后，他马上挂出来一件小号。半小时前去没有，半小时去后，哗上了一堆新货，还是在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，一个。夹克，对，就是这个 Supreme 跟北面联名做的一件落叶的冲锋衣。嗯，对，终于圆梦这件冲锋衣，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店员小哥是东北人，就是东北来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东北来了。如果他不是东北来，可能就不会被 sell 了。对，所以对呀、啊，就是。冲锋衣，对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不太敢在网上买，因为我担心买到假的，就太容易买到假的。反正他每年都联名这么一下，嗯，对，所以这件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就买了。那你对大家去元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中古店可以逛，对，很多人就他中古店也有新的，因为这不是买到新的了吗？而且他中古店里面的爆款，嗯，就选择更多一点。
感觉今天要时间更多的话，我们可以逛更多店。对，太累了，今天走了快三万步，我觉得有了。对。对，那个店员他一直在 sell Simon 买那个 LV 的，还有一个什么666的那个 Supreme 的包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最新的嘛，而且我觉得大小和适中，还防水是吧？嗯，没错。对啊，所以的话一个小挎包。因为我之前背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包，可能在视频已经看过了。啊、嗯，哎，你还记得它的价格吗？啊？日元一千人民币左右吧。所以的话，我也挺建议大家来，就是元素那边真的还挺好逛的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明天还会再去，或者说一整天待在那里都没问题。就衣服，我觉得看不厌的。而且为什么可以一整天待在那儿？因为每15分钟就上去 Supreme 一次，每次都是要新的东西了。Okay, 那不早了，2:30了，那我们休息了，下期节目拜拜喽。好累啊！